大家好，我是蒋小珍，目前在彰化师范大学英语系担任教授，欢迎您收看今天英文文学欣赏课程第六次播出。首先介绍跟我一块主持节目的王安琪教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王安琪，东吴大学英文系教授。好，上次我们谈到 Jane Austen 的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那么我们也知道谁是傲慢谁是偏见了。今天我们要介绍一对姐妹花作家，还有他们很有名的两本小说，姐姐是 Charlotte Bronte 她的 Jane Eyre 简爱，还有妹妹 Emily Bronte 她的 Wuthering Heights 叫咆哮山庄。Bronte 她三个姐妹，这个姐姐叫夏绿蒂，那妹妹叫做艾米丽，还有安妮，他们的父亲是一位乡间的牧师，他们自幼就失去了母爱，所以从小生活在父亲那个教区叫做哈沃哈沃，那邻近呢其实是一片荒地，但是外界的孤凉并没有冷凝他们年轻的热情和丰富奇特的想象，他们将内心的孤寂和澎湃的情感都编织进他们所创造的小说世界中。 Charlotte Bronte 这个夏绿蒂姐姐呢，她在15岁的时候，在1831年就被送到一个英国这种叫做寄宿学校去求学，那住在那儿那接受做女教师的训练，在这个经验后来也被写入了她的简爱当中。那她希望和Emily 这个妹妹一起开一所这个学校，两个姐妹还曾经相伴到布鲁塞尔去学习法文。在1842年的时候，夏绿蒂呢她再到布鲁塞尔去任教，那么爱上一位有妇之夫的校长那这段感情也反映在她的作品当中。后来回到家乡发现其实办学校并不容易，所以随着妹妹们就开始写小说，那么 Jane Eyre 这个小说简爱在1847年发行成功。那1854年她嫁给她父亲的助理牧师，次年呢因病于是长辞那么安琪是不是请你介绍妹妹 Emily Bronte？ 好的，那妹妹 Emily Bronte 她所创造的世界，她不像姐姐那样有所谓的自传式的或是实际经验的这个影子，那她的小说《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里面的人物多半是完全凭空想象出来的，可是书里面那一片荒野之地石南的荒野，那劲风横扫种树倾斜的那样子一个荒芜世界，那也就是他自小成长的自然环境，那也是他最熟悉的最深爱的。那 Emily Bronte 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他跟姐姐接受了一些当时的妇女常常做的这个女教师的训练，不久他就思乡情切赶回他所属的那个荒地的家乡，他个性独立，忍受孤寂和病痛，对于周遭围的自然环境存有神秘的情感。那他是姐妹中最有才华的。那《Wuthering Heights》这本小说在1847年出版，那第二年也病逝了。好，我们先来谈姐姐 Charlotte Bronte 这个《简爱》这本小说。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或许很多人都能猜到故事的情节，就是一个女家庭教师爱上这个男主人的故事。那么 Jane Eyre 这个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自传式的语气，我们叫 autobiography 的语气来写，就是说 I 用我来写属于自传式小说。那么 Jane Eyre 自小是这个没有父没有母的孤儿，由舅母抚养，那么在舅母家饱受虐待和歧视，后来又被送到慈善学校去读书那但是他的成绩很优异，所以毕业以后呢就留校担任教师。八年之后他离开了这个学校，就到了男主角叫做 Mr. Rochester 的家里面担任这个家庭教师，管教一个叫做艾黛儿的小女孩。那管家说呢，这个主人常常在外旅行，比较少回家，可是这个地方风景非常的幽静那花园很美丽，那藏书又很多，所以 Jane Eyre 觉得这工作蛮愉快。可是有时候偶尔会听到这个三楼有奇怪的这个女人的叫声那么有一天这个 Jane Eyre 就出去去寄信半路上碰到个陌生人骑着马经过，一不小心呢这个人就滑倒在地上，那么 Jane Eyre 赶快就上前去搀扶，
这个人态度很粗鲁哈。回家后发现，哎呀，这个陌生人居然是自己的主人。这个主人性情很沉郁哈，脾气暴躁。但是 Jane Eyre 跟他慢慢相处，就成了朋友。后来呢，主人就跟 Jane Eyre 求婚，那他热情答应了。快到婚礼的前一天晚上， Jane Eyre 醒来发现有个形状怪异的女人在她房间里面试戴她的结婚的这个披纱，然后把这个披纱撕得粉碎。那 Rochester 跟她说，啊，那是你的幻觉了。可是天亮后真的看到一些碎片。结婚当天有个陌生人在这个教堂的婚礼的仪式中就当众指责说，这个主人 Mr. Rochester 是已婚的人，他已经有妻子了。那这个当天的结婚是重婚哈。那 Rochester 带着这个众人就回到他家里面那个三楼，看到了妻子，哎呀，原来是一个披头散发、面目吓人的疯婆子。后来 Rochester 就这个知道他是个已婚的人了哈，那么就恳求这个 Jane Eyre 留下来。那 Jane Eyre 虽然很爱他，也很感动，也不舍，但是呢，他觉得在良心的这个道德的这个催逼之下，毅然离开哈。后来遇到个传教士叫 Rivers， 那 Jane Eyre 在最后的关头呢，就放弃嫁给传教士的决定，回到 Mr. Rochester 身边。这个时候，这个 Rochester 原来发生了一场这个火灾，他那个疯狂的妻子纵火，大厦遭了烧毁，妻子在丧生在火窟里面。那 Mr. Rochester 为了救他的妻子哈，那手背受伤，双目被烧伤失明哈。后来当然我们结局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Jane Eyre 就跟主人结婚了，还为他生一个孩子。故事结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Mr. Rochester 眼睛有一只已经渐渐复明了。王教授，你觉得这本小说为什么这么有名？Jane Eyre 这本小说并不是一本简单的通俗小说，那它之所以变得非常有名，是特别是从我们今天从女性主义角色的观点来看。那首先 Charlotte Bronte这个作者所创造出来的女主角并不是一般才子佳人那种公式化或是刻板形象化的女主角。 Jane Eyre 是一个既不美丽又不富有的女孩，从小是个贫苦的孤儿，备受有钱人的欺负。那她的成长过程非常的坎坷，那作者描写这样一个诚实坚毅自主独立的女性。那她聪明，非常努力用功念书，他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在经济上独立，不必靠男人。对， Jane Eyre 和其他美丽又有钱女人比起来，真是又小又黑哈。可是她很诚实，又有理性。你看，譬如说，当她知道这男主人已婚以后，她并没有为自己找借口留下来，说啊，那个太太是疯子啦等等，她没有找借口，她毅然的离开男主角。他不愿意维持一个不道德的这种关系，在宗教上在道德上他都不愿意违背。其实这本小说受到现代女性主义推崇的另一个原因是，作者很诚实地描写出女性的情欲。那么传统小说是以男性的感觉为主，女性往往是被物化，那么且成为只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但这本小说却不一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这个小说中有女人看男人而感到欲望的描写，我们来看看原文。 I looked and had an acute pleasure in looking, a precious yet poignant pleasure, pure gold with a steely point of agony. 我凝视着它，感到一种敏锐的快感，一种珍贵却令人感到刺痛的欢乐，纯金般的却带着刺痛狂喜。 A pleasure like what the thirst perishing man might feel who knows the well to which he has crept is poisoned, yet stoops and drinks divine draughts nevertheless. 好似一个濒临渴死的人，明知他爬进的井水是有毒的，还是俯身饮下那令人飘飘然的神泉。我们看这一段非常坦率地描写女性如何表露自己的感觉啊，她的欲望是狂喜的，是 pure gold with a steely point of agony，
是像纯金一般，却带着刺痛的狂喜。他的欲望是接近死亡和饥渴的 ，the thirst perishing 这种感觉。那欲望是有毒的，但是也令人很神往 ，poisoned yet stoops and drinks divine draughts nevertheless。就明知他爬进的井水是有毒的，但是还是俯身饮下那令人飘飘然的神泉哈。在19世纪保守的维多利亚时期，这种写法一定是一种很震撼这个不过在我们20世纪，我们却觉得说女性主义，他们主张说女人跟男人一样有权利书写他们自己身体的感觉跟内心的感动。那安琪，你的看法呢？那我想在 Jane Eyre 这本书里面，那作者 Charlotte Bronte 很明显的表明了在父权社会当中男女不平等的状况。譬如有一段说到，女性往往被认为应该在家里做做布丁、编织袜子、弹弹钢琴、刺绣荷包。来，我们来看这一段类似女性主义宣言的文字。好。 Women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calm generally, but women feel just as men feel. They need exercise for their faculties.And a field for their efforts, as much as their brothers do. 一般都认为女子应该十分安静，但是其实女人的感受和男人完全一样，她们跟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训练其能力并努力以赴。They suffer from too rigid a constraint, too absolute a stagnation, precisely as men would suffer.他们遭受过度的抑制，全然的停滞，正如同男人们也会遭受一样。And it is narrow-minded in their more privileged fellow creatures to say that they ought to confine themselves to making puddings and knitting stocks, to playing on the piano and embroidering bags. 他们那些享有较多特权的异性伙伴，却心胸狭隘地说。他们应该将自己局限在是调制布丁、编织长袜、弹弹钢琴和刺绣荷包的工作中。哈，这个是说的很好哈。那么里面说 ，But the women feel just as men feel， 女人的感受和男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女孩的智能要跟男人还一样哈，需要去开发、去培养。那不要把女孩只限定在。做这个布丁啊，厨房里面做布丁或编织长袜、弹钢琴、刺绣荷包。他说 ，They ought to confine themselves to making puddings and knitting stockings, to playing on the piano and embroidering bags。这正是当时这个对女性的一些限制。我觉得Bronte 真的走在他的这个时代的先端哈，他触及到两性平权的问题。对，的确很难得的，就是说19世纪的小说居然会有20世纪女性主义的这种观点。好，谈到两性平权的问题，在小说里面 Rochester 向 Jane Eyre 求婚的那一幕， Jane Eyre 很清楚地说他们两个的婚姻是建立在两个人的平等之上。他坦白地承认，而且告诉 Rochester 说，婚姻的誓言和承诺是心灵相通，是互相平等的，就像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段非常的精彩，英文也很漂亮。来，我们来念给大家听。对， I am not talking to you now through the medium of custom, conventionalities, or even mortal flesh. 我现在对你说话不是透过习俗、传统，或者甚至我这必死的身躯。 It is my spirit.That addresses your spirit, just as if both had passed through the grave, and we stood at God's feet, equal as we are. 而是我的心灵和你的心灵相对话，好比我俩死后复活，双双站在上帝跟前是平等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这是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一段话哈。那么婚姻其实是两个心灵的对话，是平等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说 ，We stood at God's feet, equal， 这是很重要 ，equal 哈。难怪 Rochester 他也蛮感动，他回答说，
我的新娘在这儿，因为与我平等的在这儿，我们是相像的。英文是 My bride is here because my equal is here and my likeness。 什么时候夫妻能够彼此承认大家都是 equal， 是 likeness， 那么什么时候就是美满姻缘的时候。这本小说它除了打破男女性别的不平等，也打破了阶级的界限。那么 Jane Eyre 是个家庭教师，在那个时候女家庭教师地位并不高哈。那么 Jane Eyre 还是这个穷苦出身，而这个男主人是贵族世家，但是他努力为自己寻找幸福，最后打破了阶级的限制。那么 Charlotte Bronte 在这个 Jane Eyre 当中塑造一个具有一些特性，我跟同学们讲一下。首先他是幼小贫困，没有富裕的家世，那么他外貌瘦小并不美丽，他聪明用功努力学习，他个性独立道德坚强，他勇于表露自己的情感，他争取两性平等的权利，他要求平等的婚姻关系，很棒。对很有趣的是说，在书里面另外一个女人，就是那个被关在阁楼上的女人，那个疯女人，那她的名字叫 Bertha。那 Charlotte Bronte 作者在写 Jane Eyre 的时候是写在1847年，那差不多120年以后，在1996年有一个作家叫 Jean Rhys， 那写了一部小说叫 Wild Sargasso Sea， 梦回藻海，故事是写 Jane Eyre 的前传。那在 Jane Eyre 这个小说里面，作者并没有对 Rochester 与 Bertha 的婚姻做太多的交代。那 Bertha Wison 是个西印度群岛牙买加的富家小姐，这个外国女子的家族有精神病发的这种病史，可是男主人 Rochester 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娶了 Bertha， 而男主人的父亲和他的兄弟知情却不告诉他，因为他们贪图女方的家产。后来男主人把 Bertha 带回英国，她发病被秘密地关在楼上，那几乎将近有10年之久。她的体型高大，力壮如牛，那疯的时候情况很严重，好几次放火 烧房子，最后一次放火真的是把整个庄园给烧毁了。那今天我们来读这本小说 Bertha 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 很喜欢讨论的英国海外殖民的问题。西印度群岛很早就是英国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属地，那男主角跟家人到西印度群岛去娶了当地的女子，当然动机之一是为了金钱。 Bertha 在她的家乡的时候年轻漂亮有钱狂野，被带回英国后发疯了，完全变了一个人，成为被先生秘密监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而且企图否定她的存在。Bertha 似乎是象征男性父权压制下和英国殖民霸权下的牺牲者。我觉得很有趣，两个作家两个时代在写着故事哈。那么 Jane Eyre 跟着 Bertha 其实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英国女子，另一个是被殖民地的女子，一个是身材矮小又贫穷，另一个是高大又有钱，一个是理性十足，另一个是完全失去理性发疯。但是他们都是在父权的体制下，那么一个是理性中要寻求平等，另一个却是在疯狂当中寻求逃脱。不过简爱的故事还是喜剧结尾哈。那 Jane Eyre 她弱小的身躯哈，这个搀扶着她的主人，他们一起走向家园，那么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看一下这个很有名的原文的结局。 Then he stretched his hand out to be led. I took that dear hand, held it a moment to my lips, then let it passround my shoulder. 然后他伸手要人牵，我拉起那只亲爱的手，举到唇边一会儿，然后让他搭在我肩膀上。Being so much lower of stature than he, I served both for his prop and guide. We entered the wood and wended homeward. 我的身材比他矮多了，同时充当他的支柱与向导。我们走进林子，朝家园走去。好，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看到身材弱小的 Jane Eyre 这个扶着她的丈夫做她的支柱朝向家园走去，多么温馨的结局。我们下一本小说是妹妹 Emily Bronte 写的 Wuthering Heights 咆哮山庄。这个结局呢，其实这个男女主角他们真的是希望双双能够像刚刚 Jane Eyre 一样携手成为牵手，但是呢今生是不可能，他们只有期盼在死后来世了哈。那么安琪这 Wuthering Heights 咆哮山庄也是描写男女情感的小说，对，那咆哮山庄呈现的是另外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那在简爱里面的结局我们看到是互助互爱温馨宁静这样子的美好的结局的爱情故事，但是在咆哮山庄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因为得不到所爱因而变得像恶魔一样的疯狂，那为了得不到所爱而变得残忍报复。这本小说有的批评家说是英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故事是描写一段炙热的情感，而衬托的背景是一片荒凉的野地。女主角 Catherine 啊，与男主角 Heathcliff 从小一起长大，但是 Heathcliff 是个从外面捡回来的流浪小孩。两个人虽然感情很好，可是长大之后 Catherine 还是选了另外一位年轻英俊又有钱的贵族结婚。 Heathcliff 在伤心之余离开了一段时间，等到他再回到家乡时他就开始他的报复行为。这本小说基本上写尽了人间的爱恨情仇。对，其实书名 Wuthering Heights 咆哮山庄已经很强的这个暗示了哈。那么 Emily 的世界是整个英语小说里面非常狂野而且很奇特的情景之一哈。我们说为什么叫做 Wuthering Heights， 书中有这么说的， Wuthering being a significantprovincial adjective, descriptive of the atmospheric tumult to which its station is exposed in stormy weather. 咆哮是个意味深长的乡下人用的形容词，描写暴风雨时地方上遭逢的大气骚乱。这个形容词不但描写自然天气的这种骚乱，也描写故事中主角们个性跟情感，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这种暴烈这种混乱。不仅是暴风雨这个袭击的那块荒地，那地上的居民在情感的世界里面也是波涛汹涌爱恨分明。讲到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这部小说的背景 setting 很重要。这是一个荒野之地，强劲的风把树木都吹向一边倾斜，房屋旁边的树木看起来也都是很不健康的，这也暗示住在里面屋子里面的人的行为也是不健康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原文。 One may guess the power of north wind blowing over the edge by the excessive slant of a few stunted firs at the end of the house and by a range of gaunt thornsall stretching their limbs one way, as if craving elms of the sun. 我们可以不难猜想，强劲的北风吹起来时的威力。只要看看这座屋子末端的那几棵发育不良、极突倾斜的纵树，和一排枝节一起倒向一边、消瘦的荆棘，好像在向太阳祈求施舍似的。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是情感的背叛、绑架、虐待，那这些类似恶魔的行为都发生在那个遥远的偏僻的角落，好像在世界的末端。故事是有一天这地处荒僻的咆哮山庄的老主人从利物浦回来，带了一个肮脏这个很褴褛这个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那他被取名叫 Heathcliff。他和家中原有的两个孩子一起长大，女孩 Catherine 跟他很亲近，可是男孩这个海德雷就是很讨厌他，常常折磨他。那么这个流浪汉小孩呢，觉得说这个抢了他父亲对他原有的爱和关心。那 Heathcliff 这个从小就是一个很抑郁那有耐力的孩子，也许这个他因为受尽了这虐待嘛，所以变得更强悍了。他忍受这个海德雷的这种百般虐待、拳打脚踢但是 Heathcliff 其实他被欺负的时候，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眼泪也不掉一颗所以当他长大后和 Catherine 相恋，
可是她的贫穷没有教养，让 Catherine 没有办法嫁给她，所以这女孩就选择嫁给隔壁的画眉山庄一个少爷叫林顿。那在爱情上受伤以后，那这个希斯克里夫呢，他变得这个残忍凶暴，他报复性的娶了林顿的妹妹叫伊莎贝拉，而且羞辱她，还绑架 Catherine 的女儿叫凯西，来强迫她嫁给自己很羸弱的儿子，更狠心虐待海德利的儿子。他这样像恶魔似的这样子的个性和行为让人觉得害怕。那最后他临死之前他还不肯接受基督教的传统信仰。来，我们来看这一段。 I'm rather obliged than angry, Nelly, he said, for you mind me of the manner in which I desire to be buried. It is to be carried to the churchyard in this evening. You and Hilton may, if you please, accompany me. 我并不生气，很感激你，奈利，他说，因为你提醒了我要决定我的埋葬方式，要在晚上将我运到教会墓园。如果你愿意，你和哈里顿可以陪着我去。 And mind particularly to notice that the sexton obeys my directions concerning the two coffins. No minister need come.No need anything to be said over me. 特别注意提醒教堂司事要遵照我关于两个棺木的指示，不需要牧师，也不需要对我念些什么。 I tell you, I've nearly attained my heaven, and that of others is altogether unvalued and uncovered by me. 告诉你，我要到达我的天堂了。别人的天堂对我来说是毫无价值，一点也不稀罕。Heathcliff 像恶魔似的哈，这种疯狂、强暴、不尊重传统，但是他对 Catherine 情感却是真诚的。我想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歌颂强烈的爱情。那么他在 Catherine 死后20年间一直不能忘怀，还常常呼喊 Catherine，Catherine 叫灵魂回来接他。那这份情感，他要。这个超越人为和自然的限制，甚至要带入到死亡当中。其实 Catherine 内心深处也知道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非比寻常的。对，自然环境跟人类具有深密的关联。那 Catherine 知道自己选择 Linton 而背叛 Heathcliff， 更是背叛他自己的感情。这份感情只能用他所熟悉的自然来做诠释。他对贵族的情感像是树林中看得见的美丽树叶，但是冬天来了，叶子会枯黄落下。但是对 Heathcliff 的情感，像树下不起眼的岩石，却是稳定、坚固、永存。所以说，这故事我们看到这里哈，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爱情故事，但是也穿插一些恶魔的个性哈，那一些真挚的情感。下一次我们想谈19世纪另一个小说家叫 Thomas Hardy， 叫哈代，也许你也听过哈。那他那本小说也拍了很多电影，拍了很多次，叫做《戴斯姑娘》（Tess of D'Urberville）， 也是很有趣。我希望下次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今天先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观看，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